咦，原来呢个 vendor 转咗银行户口，等我叫会计过数去佢哋新户口先。等等，呢个系典型嘅商业电邮骗案，你唔好咁冲动，睇清楚嘅 email address 系咪平时同你联络嗰个先啦。原来真系唔一样噶，差啲俾佢呃到，好彩有你咋。话妈妈，你果然系网络安全专家。你知道吗？据研究显示，今年嘅钓鱼电邮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40倍。即使用 Office 365或者 G Suite 呢类大型电邮系统，都有四分之一嘅恶意电邮可以越过内置保安系统去到你嘅 email inbox。咁点算啊？我知道我知道，要解决呢个问题，用 Harmony Email and Office 就啱晒啦。Harmony Email and Office 运用 Threat Cloud 资料库同 AI 直接阻截钓鱼攻击同恶意软件，成功阻截嘅恶意程式比一般内置保安系统多30%。Harmony Email and Office 仲获 NSS Labs 评选为最有效防止恶意软件同零日攻击入侵嘅保安软件。如果使用 Threat Emulation 同 Threat Extraction 功能，只需1.5秒就可以过滤同传输安全文件，阻截率达到 100%。系啊，除此之外 ，Harmony Email and Office 亦可以保护电邮账户安全，以免被黑客入侵账户、机密资料泄露，甚至当你嘅身份验证资讯被盗，都有方法阻止黑客接管账户。你做咩啊？梗系 send 个 email 话俾 IT 部听，快啲买 Harmony Email and Office 啦！